Lucy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你还好吗？要不要我过去照顾你啊？Lucy，Lucy， 你在吗 ？Lucy。 Lucy， 你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伤害 Lucy 那个业务明星，有可能是李继兴他爸。嗯，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。这 Lucy 想干什么呀？改名换姓来了上海，恰巧还是做老本行，恰巧还跟李继兴一家公司，恰巧跟李继兴一块儿练拳，恰巧两个人还都喜欢对方。 这么多恰巧，现在还会有负债子偿吗？我都不敢往深了想。往小了说 ，Lucy 可以利用李继兴对她的感情，来离间她与李勋之间的父子关系。嗯，你想。 如果李勋知道儿子的女朋友是自己曾经侵犯过的女孩，他会怎么想？那往大了说 ，Lucy 这么吊着李奇行，他到底为什么呀？如果是他等着李奇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自己掌握了证据再告发，那就可以负债子偿。 到底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在 Lucy 的包里发现一个摄像头。那我们得拦住他，他只是在用他一辈子在赌啊！快点，走，这边。那你回你们屋，我去我们屋。 怎么回事？我走了。哎，David， 你上哪儿去 ？Lucy 回去了。 Lucy，
水给你放在这儿，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喊我，我在这儿陪你啊。想吐吗？要不要我扶你去卫生间？不行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哦，我看门开着，然后我怕你有点不舒服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不行，我就是想照顾你一下。滚！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滚！一方面呢，我庆幸 Lucy 及时收了手，没有豁出去用自己的一生去赌；另一方面，我挺心疼她的，遭遇到那种不公，不是不公，遭遇到那种迫害，一般人的话早就已经无力抵抗了，她却有足够的勇气对抗到底。我真的觉得她挺不容易的。我说真正，你就不觉得这女人心狠手辣？可是遇到这种事情能怎么办呢？那她也不能殃及无辜啊。你是觉得李奇行无辜吗？我是觉得你无辜。他利用我们来崇明岛这件事情，他策划了父债子偿这个计划，只有我们当傻白甜一样被蒙在鼓里，以为他带了个男朋友过来谈恋爱呢。可是真正，你想过没有，今天这事儿他要是成了，那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们是他的同盟？而且，有没有可能遭到李勋那边的报复？